大家好，我是YYC 的这个咨询顾问龚明恩，又到了新的一年第三年的这个生意要做大，股权要规划，然后今年是3.0的这个版本。那这两次有什么不同的东西呢？这两次除了延续上一次我们在讲股权的这个估值之外呢，我们会特别请这个台湾的这个中国100强的这个讲师。傅家业老师呢，来讲一讲这个就是这个如何精选你的股东。那选了股东，讲了估值之后呢，我们还是要回到去我们的根本，如何去把我们的股权规划好？尤其是股权有一些特性，然后这些特性呢，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的话呢，它是会犯上一些致命的错误的。如果你规划股权不好。像这股权的这个特性，我们讲解了之后呢，就会告诉大家如何去什么是最不好的股权分配，什么是一些比较妥当的股权分配。然后在一些企业在不同的阶段，比如说在初创期、成长期跟成熟期，甚至是上市之前呢，一个公司的这个股权结构都可以做一个 review，都可以做一个变动跟更改。那做强做大的同时呢，也要注意这个增值之外呢，我们也要看回去这个公司的这个股权，这如何去做股权激励，来留住好的员工，来帮助事半功倍的把公司做得很大，留住好的员工，让大家能够为公司的这个财富呢得到一个平均的分布。这一次呢，经历了这个version 1、version 2的这个股权生意要做大之后呢，这个 version 3的这个生意要做大，股权要规划3.0呢，大家不要错过，然后期待大家的出席，然后学习更多东西，把公司做得更好，生意做得更大，谢谢大家。生意要做大，股权要规划3.0。